者庄佩仪综合报道。日本女团假面女子26岁成员朱寿柚香上个月惨遇横祸，在街上被看板击中，腰部骨折重伤入院后一直没脱鞋。今天她更在推特 PO 文表示，因脊椎重创下半生都要坐轮椅度过，让粉丝相当吃惊。朱寿柚香4月11日时因强风吹倒的一块高 2.8 公尺宽 3.8 公尺看板硬生生砸在朱寿身上。送医入院后，他进入 ICU 抢救时发现身体各部位严重受伤，除了脸头部挫创外，脚肋骨胸及腰椎也骨折，脊髓更是因重创导致下肢麻痹无法行走。朱寿柚香因脊椎重挫下半生恐坐轮椅，本社自推特朱寿柚香下半生恐坐轮椅仍面带笑容附件。本社自推特